己家亲，犹不入目，一阴且鬼魅之事。问他，你说你成不成？你自己不有感情？一处的时候他就知道。几家亲人，几家人。马上他就应该知道结果。不是，他现在成不成吗？还是这样？他不要相反，但是他一处对象，丈夫那对象就有病这个事儿，他想给他那个弄那个。那行。他一处对象，那个对象就高烧，气管不好。是啊，高烧啊。他就是这个事儿。是。人原先什么病都没有，哎，跟着时间出越长，病越越频，嗯，对，这要是民间说法就是克夫，对，那就是能克夫吗？可以，可以解一解，起作用，没有绝对，都是相对的，是，这还不胖啊？是瘦，瘦个小，像圆头啊？对。哎，就是这个像散的小半截的长发，对，是那样的，长得瘦瘦啦，尖下颌，是，那挺白，挺白啊，长得还挺秀气，长得挺秀气，不是好看，对，跟好看不一样，这还瞅得好玩儿，腿长是吧？这还就瞅特别好玩儿，不像那个是女人的那个劲儿，他没有。来吧，几家人？哎呀，就剩这了，几家人啊？几家人叫帝王高张，古人叫他帝王高张。小童玉女兼情生杀，凶是整凶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出现兼情的，其实这个是个什么格呢？是个冲格，一定要知道啊，这是个冲格，这是个动格，叫辰戌相冲，甲戌己，甲辰人，这是辰戌相冲，主斗讼。这是口是是非的格局，逢冲必动，是不是？这什么事都有变化，有变动的事儿，要有变动的事儿啊！哎，不安分，他出这个情况，在己是想法，人只是变动，想变动，想走，想不在这儿待着，哎，不安分，想撤了，是想不干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格局。哎，己呢也是弯曲，人呢是河或路，哎，这市里呢就是弯曲的大路，这是外围环境呢就是弯曲的大河，也可以直读。弯曲大河，己为凉台，凉台里晾着的是裤子、鞋、裤子，己是凉台，哎，这是应该坟墓呢在水边，在河边，哎，有进水之下。哦，坟进水了。哎，有这个有这个想啊，直读就可以了。想，我想动，辰戌相冲也是动。这个六冲应该能知道啊，辰戌冲、丑未冲。我就说子午冲。子午冲，是吧？四害冲。冲的咋？寅申冲，这是六冲这个。老师，他们是不是互相冲？互相冲，互冲，不是说谁冲谁。互冲双方害我，我也害他呗，就互害冲突，发生冲突，一个人冲突，就是撞你一下子，我也挨一下撞，嗯，是这个道理，这是双方架的意思。但是一般的辰戌相冲，这建设格，不管人家几家人都是个斗讼的格，发生口舌的格，辰戌相冲主斗讼，这个好理解啊，单独不是说口舌就光骂吧，现在都打起来了吧？不是，就是斗讼，就是主要是口舌是非的。有冲动的事儿，有冲突的事儿。然后在凶就有诉讼。或者冲突的事儿，发生冲突了。你这个你要会运用几家鬼，叫地形玄武。地形玄武啊，男女疾病成为有求人送医之难，有鬼离天网为牢狱。他出现这个情况了啊。有求人送之，这打官司就要坐牢的。哎，你这个想法已经坐牢的，他出这个情况了。因为人水也是变化，鬼水也是变化，也是想变化，想走动。哎，鬼还有性，鬼就是性，想性也可以。暗地里的事儿呗，不可告人的事儿呗，那性肯定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呗，是吧？坐牢生病的事儿。哎，这是我想想
想啥？想性，想鞋，想买鞋。鬼魅毒啊！我想买鞋，是不是啊？想鬼还是卫生间？我想上卫生间，我想去厕所。哎，这也可以。哎，鬼魅酒，想喝酒，想喝药。这要是打仗的，还是打仗的，这人就要想喝药，就这歌。哎，这时候可不是说想性了，那错了。两口打仗了还想这玩意儿，人家就想喝药了，是不是？你别那啥，这个坟墓里头是吧？进水了，湿了，尸骨有染是吧？就寝室寝室这下，这得赶紧弄，是不是？这是尸骨沉水一下，这沉浸在风水上，他说这个情况，能明白吧？鬼几家？鬼几家乙，乙丙丁嘛，几家乙叫地户风清。哎，古人还有一句叫他啥的，木神不明，木神不明，一隐遁，一藏形，一做不告人的事才可以。因为啥呢？几是花草，乙是花草，几是坟墓。这花草搁坟墓里的呢，你再漂亮也看不着，是不是这道理？你看不到，所以说呢，它不明确，看不出来。这穿病的是啥呢？病人不明，你要是看病啊，不能确诊，不能确诊啊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不知道什么病，确诊不了的病。哎，他说这个情况，怀疑、迟疑，你这个迟疑，是吧？那想法呢？想完了他就怀疑、迟疑，这人呢不果断，拿不定主意，犹豫不决。哎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哎，几呢还得有计划，是吧？一也是策划，这人呢想计划，想策划，得想这个东西。还有的呢，这男的就是想老婆了，是吧？刚才那更就想丈夫了，这是想妻子了，说你给家待的家，现在待的想媳妇了，他出现这个想法。是不是可以直读？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己家乙丙叫火背地户，男人冤冤相害，女人避之淫屋。火什么地户了？火背地户。背。背啊，是这人点的才背呢。就这个背啊？就这个背。我都以为是那个背。这是背心的背，后背的背。对啊。真点背不能跑后背了呢。人家点子背是个形容词，这是个名词，它不一样。点子背就那个背吗？点背是这个背。啊，这个背啊。哎，这个是背心的背，负重的意思，背子的意思。点背。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形容词。这个为因为竖心点背，我内心点背，是不是啊？理解啊？那个背呢，因为它是北字，是吧？因为月是当肉字，肉字讲一个背上的这个负重的意思。哎，火背地户，男人冤冤相害，女人避之淫屋。这个男人呢，就互相有相害之意，打斗啊，干仗啊。女人呢，淫屋，女人因为丙是情人，女人我想思意想法，想找情人，是想找情人。为啥他叫火背地户呢？己是徐，是吧？己是坟墓，坟墓啊，坟墓丙火在里头，丙火是太阳，坟墓里你装不住太阳，太阳往出拱啊，他可非得出来啊。哎，乱嘛，他往出弄啊，哎，想乱的事儿，想麻烦事儿，是不是啊？他出现这个情况，因为己是私欲想法，女人淫屋就是想有情人，想有情人，所以他肯定有情人，因为。他的想法里头藏着个情人，哎，淫屋就是这个意思，哎，因思逆，因想法出现了乱子，而且己还为啥呢？直毒，己为肚，肚子里头有火了，上火了，是恼火呗，满肚子火，说这人满肚火来找你，就是这个满肚子的火。
哎，几个人也代表想法，想法乱了，计划乱了，想法，丙火是乱的，想法乱了，想法乱套了，计划乱套了，这都可以。而且呢，己未常言，这就是测变就是常言，也可以是常言。己家丁叫星旗入木，因为丙己是徐，丁是火，必呢是火库，己是坟墓，丁是星星，坟墓里头的星星那也是埋不住。最后呢，火又生了土，土起地了，这个还算可以的歌啊。虽然是这个星旗入木呢，说文壮词盛先起后止，因为丁主文书票据，文书票据呢刚开始有点曲折，因为己主想法私欲有点曲折，但是最后呢己主丁火生了己土，出现了奇迹了。刚开始曲折，后来呢先取后止，后来又转机了，它出现转机。丁是希望啊，丁是希望，哎，这个事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不是很如意，但是坚持做下去呢就会出现奇迹了，它是这样来的，会有转机。哎，只有几日想法是吧，想找小姐，丁是小姐少女也可以，哎，想办签证，想办证书，这都可以。哎，想针灸，这要治病的话我想针灸，哎，这也代表肠炎的意思，小的眼睛没事儿，挤为嘴发炎了也可以这么断，根据内外盘，内盘就肠炎，外盘呢就是那个嘴角有炎症，嘴角出现了炎症，小的炎症，它出现这个情况。有些东西要直堵，直堵就可以了。这要是男的测呢，就有情人，这儿啊，想找情人，想法情人，但是也没测这玩意儿，你想换证书也可以，手续票据。这啥说啥，挤没了，挤更了，更家务，更家务呢叫天乙夫宫，这是古人叫大凶格，天乙夫宫百事不可谋为啊，大凶格，这是甲庚到一起了，俩仇人见外见面，分外眼红啊，开战，这个。这个呀不好，这个和戊加庚是不一样的。戊加庚天盘是动，地盘静，天盘能动得了，这地盘呢这是动不了，你就搁这挨着磕吧，是吧，这是甲，甲子戊嘛，这庚金磕甲戊就是老风的搁那磕住了，按着磕你，你要理解不了，按着可以，这不行，你磕我撩呢，我跑了，哎，所以说他百事不可谋，大性格，这是庚甲在一起的，见这格破财伤人，破财，这钱肯定破，给你磕没的，那屋肯定给你磕没的，屋就是甲，按着磕你，他肯定磕住你了，那个有时磕不住，撩了，哎，这个是破财伤人那个啊。更甲到一起，他出现这个百事不可谋呢，哎，最忌合伙啊，合作呀、啊、投资啊，忌这玩意儿。你要投资的话，那你的钱就可没了。不是，说老公是不是她老公找有钱的老公？哎，这人有钱，老公呢有钱的哥，也能花钱，有钱的哥。老师，你的意思那个六姨就全都是甲？不是，甲是不一定。那六姨不一定都是甲，六姨里边甲不藏在那里，对，甲藏那个里边，那几爷这几还是徐呢，巡守代表甲，巡守代表甲，六姨也代表甲，但是有时候六姨不代表甲，得分到哪个六姨的时候才能代表，
啊，巡守就都是假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巡守都是假。就戊己庚辛壬癸全都是假。对，都是假。就是巡守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六仪，他假往里藏，往里遁。嗯。但是这个戊呢，他有假之象，因为他是六仪之首。啥子戊？他是六仪之首，他有假之象。嗯，六仪之首有假之象，所以他是假。对，他一般都比喻为假。嗯。后边那些就都不是。那不一定。那不是几个字人，对，那不是代表假了。那个子午申午辰寅就不一定是假。在起局的时候，那个巡守他代表假，但在格局组合时他不代表假，有时候他也代表假。你看那个，现在是甲戌学，甲戌己吧，这个格局是己加庚。他自身的象一直叫己加庚，叫刑格反明，辞讼者先动无力，若遇阴星真有谋害之情，这个就出来吧。完了还有一个呢，因为这个己呢还代表甲，就是甲加庚，这叫啥呢？知虎非庸格，这个不代表钱飞了，它代表呢动格，还有一个象跟着，它是两个象，能理解吗？那他那个甲隐藏在一里，那甲就是暗干的。不是暗干，暗干跟他两个两个事。因为他既是己的相，又有这个巡守甲的相。因为甲现在搁那个己里藏着呢。甲藏呢，己家庚没看见，己家庚叫刑格反明，辞讼者先动不利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利主不利客的。你把这个说完了以后呢，但是你赶上了，因为你这局里就出现了这个甲戌己的，是吧？第七六局出现甲戌己了，他就出现了甲加庚之象，也就叫戊加庚之象，叫非庸格。他说没起这个甲戌，但是人现在起这个盘不是甲戌己，人现在甲子戊这个己你别给看假的，直接就是非那个，就是己，己加庚刑格反明的格。理解了那一块儿？人那个巡守又写的甲戌己、甲子戊，甲子戊这个庚呢，己加庚呢，这是己和庚的关系，这不代表甲。嗯。但是你写的鱼巡守就是甲戌己，它既有己之象，又有甲之象，又甲搁里藏着。人那个是搁戊里那个藏着的，那戊既不代表甲，又代表戊。这是这来这理解的啊。庚是代表啥呢？警察，光干警，警察要罚款这也行，到你那就你就不给钱不让你走，是不是啊？警察要罚款，哎，这个也可以用。哎，想要换房子这也行，想要花钱是吧，换房子这也可以用。还有啥？路，庚是道路，路上土，路上有土堆呗，路上有房子，那路边都有房子是吧？在路中间上有房子不可能，哎，路中间顶都是堆一堆土啊，哎，就出现这个情况。庚加己这就跟那几家庚的反过来了，这叫刑格，刑伤的刑。官司被纵刑，见这个要打官司就被纵刑。官司，你要官司你就纵也弄。这个出现这个情况，因为己是私欲，还是想法。庚呢是祖格仇人，还是己土生庚金反生，它出现这个情况。这个出现啥情况呢？你们暗中啊，是吧？想把暗中伤害呀，哎，合伙的，要是俩人做买卖呀，或者俩人打官司，互相有伤害，我算计你，你算计我，他出现这个情况。哎，官司是非，口舌是非的刑格与这个有关的。再啥，起码这人受过伤，刑格也属刑伤。直读庚未路，啊，路上有个窟窿，哎，路上有个窟窿。哎，路上有垃圾。他受过伤是哪方面伤？能
那不一定，哪方面上这个你得看，你有的时候心情上伤，还有的时候呢你落天宫落离宫它是头上伤，那不一样的啊，跟那宫位上不一样。这还代表啥呢？路上有个窟窿呗，这是长途的话就是隧道，大路走走估计除了窟窿是隧道吗？但你市里你找不着隧道，可能是啥呢？马路，一是马葫芦，再一个就是那叫涵洞啊，涵洞啊，桥洞子，嗯，桥底下，哎，桥洞，它出现这个情况，掉风水的时候就这么用。下一个庚加庚，庚加庚呢，古人叫它太白通宫，庚叫太白，庚金嘛，金主白，太白通宫，也叫战格。战格见这个就是打仗的，庚比劫，哥俩兄弟反目成仇的格，打仗的格，不是互相帮助，不是帮助，这不是帮助，俩仇人到一起了，都坏蛋，哎，也是属于夫妻格啊，打架争执，见这格就是打架争执的格啊，时干见庚加庚，你俩儿子干起来了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要合伙呢，公司啥的就是互相乱打起来了，因为这是婚姻局，这婚姻局扶不住的，因为俩铁金碰金拔命贫，是吧？那八字没有金碰金拔命贫，这不就金碰金吗？因为庚未刀剑，这刀剑到一起了，刚刚就开打呗，嗯，这就是动刀的枪，哎，这个最明显，有的时候车祸是最准的，撞车，我断过好多个撞车，见着个撞车，咱有个学生，那个，有一他们那个工地建这格，那我得有福特里都有，这就是动刀打仗了，动刀了。那他算福音打的就一直打呀，还打得慢呢？不是一次。啊。最后发生了两次，福音也是打得慢，这也可以说就是，不是一下就完事儿。就撞车也容易两回，就是俩车了，这就是哦，俩车跟回车，俩车到一起，刚俩铁到一起碰一块了，金碰金嘛，那打仗俩刀都一块了，那俩车俩铁都一块了，还得临伤门，对，这车有的什么不临伤门，不临伤门也是车祸，那我的那个就我人就没临伤门，我你看我咋的，我车祸，他时干的是吧？哎，他日干那天就临一个这个。搁网上问我，你看我咋的？我说车祸，骑个摩托晚上跟人车刚撞了。特别是特投资，合伙投资，你啥门儿都干仗。俩伙就得打起来。05年那年，我给你测一个，有个女的管她哥哥要钱，就这样吧。我说你得跟你哥干，你说不能，我咋还不能跟我哥打起来？哎，第二天来了，我俺真打起来，这是个打起来。07年打的。两个车相撞的歌啊，这是两个车相撞的歌。哎，这要是车直读的时候，这人就俩丈夫，这人要是男的来测，这人结过婚。他下令更的，他做过丈夫，他不是要我。这是来测婚姻来，那男的结过婚，做了丈夫。哎，夫妻二婚的歌，不是一婚不顺的歌。他出现这个情况，哎，有的时候还可以定他上下铺，哎，铁床上下铺也可以这么定。这是庚加庚，庚加辛，庚加辛叫白虎干戈吧，白虎干戈，远行车辙马死了，现在没马了，远行的时候呢，可能啊车坏。马不能死，可能不能越坏去吧。庚是车，辛是错误。为啥叫白虎干戈呢？也是庚辛到一起了，白虎为庚辛，一山不容二虎，这俩虎就打起来了呗，所以叫白虎干戈，动干戈。它是这样来的。哎，这出门的时候注意点伤灾或者是车祸的，就会出现这个。这什么都用会受伤或者有争执的事儿，
你是要是主的话，就不是不会受伤啊？都是受伤，只是主能好一些。做主的话，庚金必须帮着辛金的，是吧？我错误，那你帮着我，但是你庚金不行，庚金你动那是错误，我克就差了。代表车庚车，车坏了，你路上过去车辙马辙，现在没有马了，就是车要坏了呗。哎，注意点腿脚啊，有病呗。这个庚还代表丈夫，丈夫犯错犯罪了呗，心是错误嘛。你这两口打架，说你这因为你丈夫的问题，庚是丈夫，丈夫出错，是不是能理解明白？庚是丈夫吗？心是错误吗？这两口干仗，说两口闹离婚，哎呀，你这因为你丈夫的事，他有问题，他出错误，具体什么错再往下找。这样太灵活了，是吗？不是，他是搁这放着呢，你直读就完了，看你撤啥事儿啊？说你要出门，说我出门的警门看到了，警门临着格，哎，这道上啊，你注意点，你车要坏啊。你现在别说人家那啥呢，推那个事儿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你问哪去？你临上什么格局？不怕他躲玉躲一红吗？庚加辛，庚加壬，庚加壬呢？庚加壬这是一个，也是个动格，小的变动的格，也过去古人叫做小格，小格啊，也叫一档格。为啥呢？庚呢是车是路，壬水呢又是水是路，壬水还是变动，所以它都是动之象，所以它是移动之象。古人说的远行迷失道路，男女音信皆阻。远行啊，走了以后呢，因为他老动啊，迷失道路，走这走那时候不知道走哪好了，因为迷失道路。现在不能迷失道路，现在有手机一打就知道搁哪儿了，再都认字儿。就是说呢，远行的时候呢，他暂时回不来，还得走，还得动。再一个啥呢？这个要测音信的时候，刚被阻隔，音信没啥消息，才出现这个情况。不是，那人水不是大水吗？大水是，那它怎么成小洞呢？但是它小洞，因为有阻隔，所以洞的小。对，它洞的小，但是有阻隔不是这个，但你庚加癸呢，我就大洞了，因为庚加癸是冲额，它不是冲。嗯。哎，寅水是小范围，第二是工作变动，您开门，你在本单位内部调整，本单位内部调整，你不会到外单位去的，只要您开门的话，这也动格，一定要知道它，理解它。哎，庚会丈夫。丈夫要走，要离开，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哎，这你比如说咱出门说我要坐公共汽车，看公共汽车来没来，哎，一看这个呢，车走了，这更是车，车动了，哎，车刚走，哎，没赶不上了，就是这个，哎，我坐火车一天就这一趟，一天就这两趟，我到那块儿不夸能不能赶到，但是车走了，你车动了，更为车动了，是吧？车走了，哎，还可以说呢，洗车也可以说洗车，再一个啥呢？去河里头刷车这都可以，或者呢，车掉水坑里头去，掉河里去，也有掉河里去，也可以这么定，这是。庚加壬，庚加癸，庚加癸叫大格，哎，古人有一句话叫大格者平地四海，小格者战时清贫，小格者，刚才那叫小格，这个就是大格，大格者平地四海，我从哈尔滨去到了广州，这个要远，这个要大，要临开门你就到别的单位去了，因为这是叫相通的格。哎，行人不治啊，官司破财，母子皆伤的歌，这是行人不治，他走不回来，他还得往回远走，因为呢，庚是甲申庚，癸是甲寅癸，这是引申相冲的歌，冲则变动，冲则必动，所以看这个要比那个庚加壬要动的厉害，这要临开门的话，你就要调别的单位上去，他出现这个情况。
直接可以说丈夫，丈夫想性也行，或丈夫被抓了，主要是被抓，不可能想性啊。丈夫能喝酒，丈夫是酒鬼，都可以说鬼为酒。但是啥呢？这要是两口打仗，丈夫不喝喝闷酒，可能是啊，临死嘛就喝闷酒，不高兴了。丈夫能喝药吗？哎，也能喝药，也能喝药啊，也但是男同志喝药会少，也有也兴许有。哎，鬼为药，丈夫被抓了，鬼为天王，哎，出这个。丈夫喝药，这是一个走动的歌啊，大动的歌。这不临马星，不临九天，也是个大动的歌。庚加癸，庚加乙，庚加乙叫太白逢星，庚为太白，乙是乙丙丁日月星，这是乙日月星乙丙丁吗？这是一个也是奇迹之夜。但是它是个合格，乙庚合，天干五合，古人叫它太白逢星，退吉进凶，退星，别做了，往后煞煞了，不要真强劲了，退吉进凶，哎，谋为不利的歌，别谋为，别办这件事儿，别合计了，它是个合格，合格呢，合格就有他人他事牵扯，联系上了，拴住了。这夫妻呢关系不好，关系不好啊，庚金磕住了乙木，是吧？庚金磕住了乙木，合磕，乙庚同宫没有好婚姻。哎，这直读也行，庚是路，一条拐弯，一条转拐弯的路，一条弯曲的路。哎，乙庚合也代表未婚同居，因为乙是床。乙还代表床，乙庚合，乙又代表妻子，乙庚合，庚在上，乙在下，这也是未婚先居的格。哎，也可以说，说是撤丈夫干什么呢？丈夫在床上呢，趴着呢，在躺着呢，这些咱不管了，是吧？在床上，乙是床。哎，乙还代表啥呢？还代表艺术，艺术品，是吧？庚呢也代表过硬的，过硬的艺术。雕刻，过硬的雕刻艺术。这要是撤合伙人开门夫妻店，乙庚合嘛，两口子做，两口子做，哎，也可以，也可以这么定。这要是撤婚姻的话，就是说我现在有个男朋友，跟他处能不能行？这男的现在有妻子，有婚姻。像刘月那个似的，嗯，哎，你认识那男朋友已经有家的，嗯，以下面有妻子，你看出来了，有家的人，有妻子在那合着，丙加庚叫贼必来，也叫太白入营，古人叫他太白，庚为太白入营，贼必来，来贼了，为啥说胡子？过去叫胡子，响马。贼人太白入营啊，哎，战贼必来，战贼呀，你说说我出门看家里能不能丢东西，要临这格是吧，你生门临这格，家里房子临这格，就要来贼，你别走了，或者锁好门，才出那个事儿。战贼必来，更为仇人，贼人，他出这个事儿。哎，离玄武的话，那就是要来小偷，玄武贼人，玄武小偷，贼要来。一般的男都知足，这是庚为丈夫，丈夫做了情人，丈夫有外遇了，哎，这要知足的话，可以这么读。而且呢，庚为车。是吧？更为车，车闯红灯或者路上有红灯，这都可以直接读的。哎，路上是吧？警察有找乱子的，路上有找乱子找麻烦的，
查车的，是吧？咱走这条路能不能挤着我？见这个路上就有查车的，有找麻烦的人，要活用，一定要活用。哎，这样对婚姻丈夫做了情人，做了第三者，就是已经结婚了，他还做别人的第三者。对。嗯。现在可以看了。现在要理解进去。但是人家没问丈夫情人的事儿，但不一定见着饼都有情人，那丈夫可能一肚子火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人爱找乱的事儿，或者因丈夫引起的，这都可以。更家丁，更家丁呢，叫亭亭之隔，因为丁呢，他亭亭白间，是吧？间，因私密起官司，因情人起官司，丁是情人呢，丁是少女，是情夫啊，是吧？丈夫有个情夫，容易出官司的，因私密起官司。这要是丈夫车，男的车啊，男的车呢有第三者或者想找情人，这女的车呢，女的车她就做了第三者了。要直读主格丁是啥？丁可以代表钥匙，是吧？钥匙丢了，这可以说钥匙丢了。哎，丁是丁的路啊，丁的路十字路啊，十字路有警察。有警察或者有车，跟回车嘛，才出现这个情况。直读，有些东西要直读，有些东西相应可以理解。下一个就是新的呗，新家务困龙未伤呗，这物又代表龙了，青龙了，那心搁上面还是按的磕。困龙为啥？心经毕竟它也是阴的磕的。官司破财，是吧？妄动遭殃的歌，别动啊，别走，你一动它就打你，就磕你，别去做了那件事。动就是你去做之意，去守则吉，委曲求全得了，打你啊打你啊，是吧？你是这个。哎，因为这格吧，见着新家屋家新都是破财的格，而且这格为啥是破财呢？它还是个冲格，甲午辛和甲子午子午又逢冲，甲午辛和甲子午，它又是个冲格。你不管这谁当下谁在下，它都冲，冲呢你子午相冲财必破，你记住这个道理。哎，不值钱呢。他把钱冲撩了，冲跑了。那都是那两口子，要是说一个是子，一个是午，那就是年命，那就他俩是穷的，你想呢？他也没年命。那不一定，那是古人八字合合犯六冲，那犯大忌了。犯六冲犯大忌。六冲六害嘛，白马怕青牛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六冲，那是八字里的东西。它是两个概念的东西啊，物价新新家伙都是破财，它不会得财的。哎，这是困龙未伤，什么都钱有困住之象，钱有困住之象，什么都有困，家庭受困，是吧？钱财受困，事儿事特事事受困，它出现这个情况。物是墙，是吧？墙坏了，直读。墙坏了，还有别的墙，是不是啊？有、哦。错误的想法是吧？脸上有痣，因为啥？新是物，是不是啊？没到那儿。新家物。新家物。对啊，没写有痣啊。那新家底是脸上有痣，墙坏了是吧？对了，别人家墙角。钱花错了。哎呀，花钱平事儿，花钱买首饰都是这个啊，因为心是首饰，物是钱。什么对人家说
哦，是。记下来那么多呀？啊，对呀，咱有书。是有书，有书不太得好，这脑子里记不下来了就是。我是都记下来。嗯，把书背套，背套。接着来翻书呗，先翻书。金是首饰，装饰之金，物是钱，他破财，破财买首饰，那这可以，这要是女的色业，你要买一个首饰，是吧？是不用这个钱。这是破财。这是破财的格，花钱的格。他出现这个事儿啊。这是新家务，困龙未伤。新家里，那关了。新家里，入狱自行是吧？入狱自行，自己引起的呗，心是错误自己引起的。心这叫奴仆被主，有朴素男身的格啊。为啥说奴仆被主呢？奴仆被主，己是坟墓，心是尸骨，尸骨应该在坟墓里头才对吧？现在尸骨就跑到了坟上了去了，嗯，是跑到坟上了去了，现在变成了新家己了，这尸骨登家到坟墓上去了，奴仆被主，原来你是仆人。你背叛了主人，你说了算了，你跑上面了，应该你搁里头待才对，是不是？就是奴仆被主，有苦处难伸呐。你这个事儿呢，你这个事儿呢，就是原来你对他挺好，你把他提拔起来了，最后他起来，他挑理你，他收拾你。因为还记不记得那个赵总，上回咱们给他预测的时候说你就是，他说是原来他都要回那原单位吗？他就随便这个，我说你现在啊，不让你去那个人，原来是你提拔起来的，就是原来他是我手下的，现在我走了以后，他起来，现在我回来，他看不上我，不让我回去，这就是奴仆为主的格，有苦处难伸，没办法，那谁让你那边你帮他来的，你帮过了他，就是说啥呢？农夫和蛇，这就是农夫和蛇，一只蛇被冻僵了。完了，他反咬他一口，是吧？这，奴仆被主，有苦处难伸的歌。入狱自行啊，奴仆被主，有苦处难伸的歌。因为他跑到他上面来了。下不了。这样追逐的话呢，心是错误，己是想法，是吧？想法错误，错误的想法，别想法错误啊，错误的想法，你错误的想法，己是私欲，是吧？想法错误，哎，还可以说啥呢？己为脸，脸上长颗粒了，己为脸，脸上长颗粒了。还可以说啥的，还可以说他是花钱砸手给生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心是钱财，己是垃圾，这钱呢，花钱打扫垃圾就是。现在就说雇钟点工，现在叫雇钟点工。还有啥呢？还有什么相印？可以直接赌，有的时候可以直接赌。
歇一会儿吧，喝点水。